讲清楚的嘛，这样 OK。Good。大家晚安啊。今天煮晚餐。我的水波炉正在烤鲑鱼，然后饭快煮好了，只是要炒一个韭菜炒蛋，就这样而已，没有要特别煮什么。闪光干没围雷。准备的有辣椒跟大蒜，韭菜的尾巴切碎碎，等一下一起爆香，然后韭菜切小段，有味有
鲑鱼烤好热，今天的鱼用烤。今天书房整理的如何？进度是零。呼呼，下午晚点打电动打了一久，然后稍微整理了一下家里，还没有整理书房。居居，我们也要拍婚纱耶。韭菜放了比较久，怕太饱会炒久一点。传统市场的常熟都会啊，都会去看时间跟看要买东西。
看，就是都我只要炒蛋还是会焦，它也不算粘锅，因为它刮一下就起来了。是不是我今天油还是放太少？你看，这到底是为何？再研究，但不管怎样，韭菜蛋好了，要出来。今天要烤，还蛮好洗的。好，因为怕臭屁屋会过来，所以还是加个盖子。肚子好饿，今天还没吃饭，今天早上吃了面包。Thank you.今天是白饭加石谷米。已经要抹盐了，所以加一点胡椒在旁边。胡椒盐，吃饭。去客厅，走喽。苦瓜咸蛋不是，今天是韭菜蛋。怎样？嘣！啊！没有，今天没有喝。托盘等新家，现在这个家不宜再添购任何东西了。开灯。
超好吃的。阳光哥还没回来，姑且留一半鲑鱼给他。哇，呼！猫咪攻击厨房，鲑鱼。就是继为什么一直眨眼睛之后，最近一直在回答，就是我不生小孩跟我不办婚礼。对，哇，好吃哦！哎，反而可以再咸一点。快下来了，嗯，好酷，我是出现，哼，我都要60了，我是个胖妞。嗯，你们俩吃饱了，在旁边睡觉了。如果都鼓励说一个不小心小小挺会诞生，如果决定生小孩与不生小孩是这么随随便便，因为很多人簇拥，因为很多人起哄就做决定的话，那这个决定也太烂了吧。真是的，就算我发文告诉大家我不生小孩，我不请客，还是会有人问啊，就跟我发文告诉大家我妥瑞症一样。
大蒜。今天鱼是用烤的，姐姐来了，桂鱼好吃哦，猴哥的龙斑最好吃，所以想光哥不在我今天吃鲑鱼，如果他回来我就煮龙白。不小心吃完，哎，可以伸手啊，姐姐在旁边伸手。挡的话，姐姐就会吃哦。啊，拍你就撇头，嗯。他们吃过了啦，他们哪有饿？你倒是在那边摆帅帅啊，嗯。偷伸手。只是想嗨翻了，嗯，藕包帅灿笑，走掉了。在电视下面睡着，
我直播要结束了，我要继续看影集了。然后去夜市买地瓜球，好想吃地瓜球哦。嗯，今天昏倒了。对，我的射手座觉得盘子本来就是放手手。炒蛋怎么好像有点吃不完，今天没有煮汤。吃了会快乐的快乐地瓜球。我看美剧，嗯，红色的是辣椒，因为闪光哥没办法吃太辣，我怕到时候留给他，他吃到辣椒会死掉。妥瑞症这样的打击真的很痛，生活还是要过乐观。妥瑞症没有那么悲催啦，是有点讨厌，但是没有悲催到我觉得人生毁灭。臭大蒜，我喜欢蒜头的香，但我不喜欢炒过大蒜的口感，所以能尽量不吃到还是会跳出来。饭钱太多了，血清有不礼貌吗？我是 B 型。我吃快乐地瓜球都吃那个原味，我又没有加。有正妹 CEO 我看完了，第一季看完了，觉得还 OK。 我最近在看那个女子监狱，那个叫什么，劲爆女子监狱，因为其他看的都看完了，所以后来又硬挑了这个看，就 OK 咯。对，我会吃炸过的蒜片，我就是不喜欢煮过蒜头那个软软的感觉。
再加上海，哼哼 ，Sandy， 你还在吗？我看到你传给我的讯息。没办法，那是我跟闪光哥真实的相处，在那边回答你。如果你还在的话，那是我跟闪光哥真实的相处。如果你觉得那个是一件很假的事情的话，你真的是误会了。如果我在没有闪光哥的时候还这样子跟你们讲话，那就是我个人的问题。但我不会因为我在直播，所以我就去改变我跟闪光哥平常的相处方式。那相对的，如果我是刻意因为在直播的时候，所以塞奶跟闪光哥塞奶给你们看，那也是我有病。好吗？我希望我有解答到你，因为你刚刚有说你有传讯息给我，希望我去看。然后你也说希望我能够回复你，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这件事情。嗯，你在吗？你在吗？对，我希望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生气，但是我不希望你因为这样子而觉得我是一个很做作或是很假的人。嗯。强光哥，有啊，现在叫他扰工。有厂商寄 email 给我说，他的是婚礼布置厂商的道具出租，希望可以赞助我迎宾送客的背板啊，什么舞台布置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我没有要办婚礼，谢谢所有婚纱赞助、婚礼赞助、宴客赞助。戒指赞助等等的厂商寄来的 email， 我真的没有要办婚礼啊！你们不要再寄来了，我觉得很拍死，我每个都要去回，要回说谢谢你们，可是我们真的没有要办婚礼，以后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，也再麻烦你们喽，公关很关键。我收到好多 email 跟讯息，然后他们就是很希望。那个，如果我有要办婚礼，有要宴客啊，有要拍婚纱啊，他们希望赞助，谢谢，真的谢谢。但是我真的没有要办。换言上妆不同，他就是很保湿啊。嗯，情人间装可爱的声音很正常吧？不知道哎。如果跟闪光哥讲话是“嘿，宝贝”，这样子也是太奇怪了、啊。我跟他讲话就真的是这样，不管你们有没有在看。你不信你们问猴哥潘姐。啊，戒指，煮饭拿下来了，让我带回来。嗯。我喜欢吃鲑鱼，可是我不喜欢鲑鱼的皮。我也没有想要拍婚纱，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拍了很多婚纱，穿过很多次白纱，然后所以我不想拍婚纱，很累。然后闪光哥他的个性是一个无法，他很不喜欢被大家注意，
通常做幕后工作的人都不是很喜欢被注意，尤其是摄影师，他们就是喜欢拍别人，他们很不喜欢被拍。所以光是想象他穿着西装，然后在那边让大家拍婚纱，他就已经很过不去，很没有办法过那一关了。嗨耶！嗯，所以不是只有我任性的不想要拍婚纱，是他也不想要拍。嗯，就是两个人讨论过之后的事情。没有，闪光哥今天说，他说我们双方的爸妈都已经知道也接受我们不办婚礼这件事情，结果闪光哥今天说他们家里的长辈有传讯息说要办婚礼，要请客，闪光哥就有点不爽。我在这里要说啊，既然你们是闪光哥那边的长辈，那我们也算是亲家了，我们没有要办婚礼。嗯哼，如果你们有在看的话，对不起，我是一个叛逆的媳妇。对啊，我有看到李维的访问，我在看的时候，你看，有次，猴哥也超不，其实猴哥也超不喜欢被摆在大家面前的，他直播真的只是为了他的吃喝。嗯，我昨天看那个报道的时候，我跟陈王哥说，我说你有看那个李维的访问吗？他说没有什么，我就点开给他看。我说他都讲你好坏，然后闪光哥就一脸幸福洋溢，他超爱李维的，他超爱李维。我给他看，李维从头到尾在夸他，我说他都讲你好坏呢。他就很开心。嗯，对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会因为嫁到你们家，所以就因为你们的要求而办喜宴，我不会。手机没带，闪光哥带去现场。那天我们在台北车站集合，要去外景，从大联盟，然后在东山门集合，大家都到了，我们准备下去坐车，结果那个我才发现我手机没带，然后打电话给闪光哥，我借同事的手机打电话给闪光哥，然后他说，因为我想说。他其实那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在往公司的路上了，因为他那天也要上班，但是还是问一下，结果我打给他说你手机没拿哈，我说对啊。他说他已经在快到台北车站了，就说就刚去。嗯，闪光哥超爱李维，姐心内心其实很 care。 不会啊，就跟我很爱孔刘一样啊，还有太阳。他喜欢李维，因为我也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也很喜欢李维维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。如果他喜欢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被分类在 B 区的那个人的话，我就会觉得很不爽。嗯，应该是因为这样。受到各方亲戚压力，各方亲戚这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OK， 要办你们自己去办，我可以出借我的人形立牌，不收版权费哦。嗯，猴哥做乌托的 model 也只是因为我们对痴汉有恩呐、啊。
尾巴这一节，就是比较瘦的这边这一节，好多油脂，好好吃哦。你也说不拌比较好。对啊，你们真的逼我拌，我可能会在现场杀进去哦，会杀人。你也很羡慕我，你也要拌，你是不是台北跟台南都要拌？我在那个 Netflix 看影集，一个月好像100多还是400多，忘了。我不会吃闪光哥的醋啊。吃醋是可以解读为是一个在意对方的行为，但吃醋我也可以解读为不信任对方的行为。我觉得信任在感情的基础当中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。因为你看我跟闪光哥我们的工作，我现在比较没有跑外景了。我们以前跑外景，那只狗被铜锣烧卡住了，是不是？被铜锣烧卡住。你拍下来。就是我们的工作常在外地，尤其是闪光哥，他可能下南部拍一档戏就是一个月、三个月，可能一两个礼拜才回台北一次。如果我们的感情是没有在信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话，那这样子的工作模式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维系这段感情的。我可能，而且他的工作我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录影的时候，工作的时候，正在拍的时候，那是没有办法接电话的，没有办法看讯息，没有办法随传随到，没有办法让你找到这个人。所以信任非常的重要。甚至我们可以，他有时候人在外地工作的时候，早上起床我跟他说一声，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传讯息跟他说一声，我们可以好几天都不通电话，然后都只有早晚的文字而已。就是只让对方知道我今天都还活着，然后我今天过得很好而已。然后我是想他是在乎他的，这样就够了。你也下线，你也掰。已经过了会吃醋的那个年纪了。这个要给闪光哥吃。吃醋有时候会是撒娇的一种，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你就过度的任性啊。有私人问题我在私讯的，我没有在回私讯的，看一下。还叫我不要再直播说是不是？你这件事情请不要去淌浑水，拜托。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给你意见呢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家族纷争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没有办法帮你。
吃完了。吐司昏倒。昏倒。吃完了。那个热鸡汤干锅。吐司被铜锣烧哑了。留给你闪光。那把那个打刺先挑掉几个，照睡是有多累？那个留给三万。没有在笑你啊，宝贝。灿笑，被铜锣烧压住的吐司灿笑。干嘛？躺着拍拍啊，拍拍，哇，拍拍，哇哟，侧躺拍拍，拍拍，哇，得意得意，得意，哇呀，送啊送啊，拍拍完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暴龙来，暴龙来争宠，好，不要凶哥哥，嗯。好好，我吃醋，真的吃醋。那哎，你拍拍，哇哟，拍这只，太短了，拍拍，哇！哎，你来啦，两个还争宠，还开始争。好了，不杀哥哥了，你拍拍。反手也是可以握手的哦。好，看不到。
短手也可以握手。短手握手是不是很 Q？ 真丑。沙桶螺手，他在沙桶螺手，静音版说不要惹到乌娜。被看到，被看到，被看到，不清楚啊，妈妈也爱你，人家是哥哥呢，来这里，你去旁边，这边，嗯，抬起来的手的高度大概两公分，谢谢。姐姐，姐姐被乌娜吓到，在乌娜看不到的地方对。好啦，不玩了啦。说什么要看影集、吃饭，就还不是也吃完了？干嘛？什么练？乌娜也会啊，也会。静音版的握手，换手要侧身，因为他要换重心，换重心。外面有狗狗叫，吴宁，你这样一点都不帅，超不帅。他很在意被讲不帅哦。你凶他，他还好；你跟他说不帅，他就会一股一脸就是我的世界崩坏了的那种感觉，沮丧的走掉了。翻嘟嘟耶，都是毛啊！那的嘟嘟这边还摸得到以前繁殖场乱缝的缝线，里面都还有，你可以摸得到
一条一条的那个风险。没事，有点硬。都是不会消化吸收的那种尼龙线，大肚子里面。娜娜，拜拜。哇！好啦，我要桌子收收，这个留给闪光哥吃。不知道回来会不会饿啊？如果不饿就算了。嗯，谢谢大家今天陪我啊。明天要上班上课，早点睡了。OK， 大家拜拜。